亲结婚大事由父亲朱古生牵着女儿的手入场。由于新郎非演艺圈人士，为了避免老公身份曝光，西田邀请宾客时同步祭出四大禁令，包括入场时会确认邀请函，不可公开婚礼时间和场地，不可公开新郎身份，不可公开婚礼相关照片与影片。虽然婚礼低调进行，也不开放媒体采访，让不少宾客陆续曝光现场照，像是户外形式的婚礼，还有可爱餐点，跟一整面的甜甜圈墙。而张娜拉在婚礼上开心到跳舞的影片也在网络上流传，欧尼完全太可爱。而婚礼上众星云集，婚礼司仪由张娜拉的圈内闺蜜朴金玲担任，与张娜拉在韩剧《大发不动产》合作的郑容和受邀为新人演唱祝歌。李青儿也在 IG 分享现场婚礼照，并在照片标注“天使姐姐我爱你”。VIP 男主角李相伦今天出席观礼，被主持人 Q 到，爆笑对着张娜拉大喊：“帅哥，对不起。”郑容和也跟着做出大哭表情。根本是前男主角们的再见系列。而27日，经纪公司释出婚礼照片，虽然新郎的脸没有曝光，不过光是隔着荧幕也能感受新人满满的幸福。